我60岁了。哦，60。您比我大4岁。我64。他64。嗯，我60，他64。是。嗯，您有一个女儿，貌美如花。哦。你说，身材呀、啊、相貌啊、皮肤啊，方方面面，都是这份儿。接着说。然后吧，他就很喜欢我。哦，我说那，您不同意？不就还就胡来了那个？是是。我说你不能这么想啊。哦。我跟你父亲关系很好。对。我跟你母亲关系更好。别提这个，别提这茬儿。我不能说，不能说啊。对，嗯。所以说这个咱们不可以在一起。是。姑娘说，我们要打破世俗的偏见。嚯。哎。就这句都听进去了。嗯，于是我们要寻求真正的爱情。我们不在乎那些人的闲言碎语。哦，我们要自由的。行，不用想好听的说了。啊啊啊！流氓就是流氓，知道吧？什么忘年之交啊？您这这就是忘年之交。没听说过。哎，中国人有句老话嘛，啊，嗯，这个俩人交往，哥俩好得换来一边大。那倒是，是吧？你包括外国人也有这方面的谚语。外国啊，有一句那个英国的老谚语说的特别好。哦，怎么说的呢？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这是英国老谚语吗？这个，这个当年我在伦敦留学那些年的时候，不是这个，我能理解 啊，人当地可能有这种话啊，但是这是翻译成中文，您得用老英国谚语那句话，英语怎么说？你糊涂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是，这我听明白了，我就说英语怎么说？您不是老英国谚语吗？英语怎么说呀？我呀，60，你64。哎，嗨。你有一个闺女，不用打这岔啊！咱们提到这儿了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用英语来说就是怎么着 ？You did did me， 哎，哗啦哗啦哗啦，嗨，哎呀，您这玩意儿全是相声词啊！说相声的不说相声词吗？就说这个交情在这儿，哎，说这所有的交情摆好了，这里边最厉害的是生死之交。哦，就是过命的交情，那就厉害了，升华了。怎么讲呢？我给您举一个例子。又举例子？又是咱们两个人。好，好不好？好好。生死之交，那于老师，我是怎么样？是一个很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。哟呵，我都艺术家了，哎，艺术家。好好。像什么相声大师侯宝林，哦，马三立，嗯，刘宝瑞这些个前辈，您都不认识。哎。那我什么艺术家呀？我不认识这个。但是您的艺术得力于熏陶。我怎么熏陶？你看过农村的露天电影啊？你看过耍狮子，看过踩高跷的，是？你看过东北扭秧歌的？这都跟相声没关系。你还看过河北跑旱船的？这不挨着呀？啊，反正这些东西在您心里边就奠定了您要成为相声专家的基础。反正我就喜欢相声。于是机会就来了。来什么机会？北京要成立一个中国相声总团，嚯，这么大的牌子！您觉着属于我的时代来了？哦，该我了。我于谦要去北京，哦，要去报考中国相声总团。我就理想。这会儿的天气是深秋，就是快冷了，寒露时节。您正忙着呢。我忙什么呢？您在甘肃平凉帮人家摘苹果。我还摘苹果，摘完苹果之后要去敦煌，干嘛？采摘棉花，收棉花。然后是湖南晚稻收割，这活累。东北五大连池摘豆子和玉米，还两种。江苏扬州帮人家采藕，不是全国的农活都我干的啊？你有这个手艺啊？我会这也不能包了啊。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您正在河北省石家庄。我在石家庄干嘛？因为秋冬季白菜刚出苗，我还得给人建苗去。您高兴坏了。哦，农活我不能干了，要去北京啊，报考中国相声总团。我要去。拿起电话来，先给广西南宁通知一声。我跟那儿联系什么呢？豌豆苗的事儿我不去了。废话，别惦记这个了。于是您打石家庄奔北京。
这就方便，你要打南宁走得多麻烦，是不是？石家庄近，眼前您就来在了北京的最南边，地方叫大兴啊。大兴是北京的最南端，紧南边这地儿叫大兴。是再往北走一点儿，您就到北京了，是就能考了。有一点小问题，出什么事儿？大兴这儿挖了一条沟。挖沟还能挡着我吗？这条沟啊宽40公里，我啊长320公里啊深45公里，我让通天河给我挡住了。我这闹妖怪不闹啊？这地方眼泪下来了啊。再往北走一点，我就是中国相声总团的演员了。这我过不去了啊，坐这儿哗哗的流眼泪，伤心了。万幸啊，村长出来了。干嘛呀？为什么哭？问问。我要往北再走一点，我就到北京了。对，我要上去中国相声总团，那过不去。村长说：“你别哭，嗯，正好我要出去办事儿，哦，上我的车给你捎过去。”哎，这好心人，过了沟不就行吗？嗯，对对对。但是不敢保证送您到那地儿啊。也不用，哎，绕过去就好。这就感谢。哎，说这儿您下车吧，我们得去办事儿。到了，您自己往北走吧。好。下车这地儿，我不知谁对北京的路熟啊。我哪下的车？下车地儿是北京的昌平。昌平是北京的最北边了。对，成功的绕过了北京城。哟，嗯，您往北走吧。啊啊，您就往北走啊。哦，终于您看见五台山了。我都走到山西去了。多年后有记者采访问到您，说当初这段迷路对您的事业有影响吗？是啊。于老师云淡风轻。我说什么呀？贫僧，我出家了，我啊，我那么想不开。你在五台山种了3年油麦，我还没离开老本行。之后您就成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。您这话我没听明白。怎么哪儿？我干一辈子农活，我就成相声表演艺术家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是相声艺术家啊？你说不行啊，我得有履历，我学过或者我怎么着？你有点不懂事儿。怎么了？我说你是相声艺术家，你一点都好的就完了。没听说过哪儿？你要是这么矫情的话，那很多艺术家根本就解释不清楚。别没羞没臊，说你是，你说啊是。哎，我竟无言以对，你这玩意儿。当然了，要多少还是需要一点借口的。这所以说，你为什么会成为相声艺术家呢？您说说吧。因为你素质高。哎，素质也是一方面。提升了自身的修养。是是。净干好事了。干什么好事了？好，嗯，比如说你帮助老太太过马路，扶马路。哎呀，走，过马路。过马路呢，一次半次的。那就好，一天700多回扶老太太。一天就700多，哪有那么些老太太呀？你就可着一个福呗。哎呦呵，哎呦，就一个老太太来回走，这一天老太太步数也够了，都合适。老太太倒锻炼了，提升了素养，而且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。啊，老大爷找不着儿子了。老大爷坐马路边抽烟呢。嗯，您过来了。哦，老大爷，您儿子呢？是啊，我儿子上班去了。哦，不要难过。嗯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！人老大爷儿子上班，人还下班呢。你再找下一个老大爷，我就给人当儿子去。第六，净干好事，你还帮助渔民打水。哦，这我又听不懂了。渔民人家挨着水呢，用我拿。对啊，渔民在船上干活呢。啊，你拿个盆，哗，快点水。啊，要水吗？是是。渔民很高兴。啊，滚！哎，对，可不也就这么的，对吧？你还帮助农民伯伯喊加油。这怎么喊啊？农民伯伯种地呢。啊，你站在马路边上，加油加油！我也是浪的，对吧？哎，提升了自身素养。哦，别人都说德艺双馨，是你虽说没有艺，但你一身都是德呀。那管什么呀？你有德，你才能出去散去。啊，我散德行呢，我这。于是您成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。行，您说是就是。一眨眼，您已经73岁高龄了。你瞧，相声艺术家这日子真好混。嗯嗯。73岁高龄相声表演艺术家于谦老师，嗯，每天下午3点准时在天津德云社对过的马路上说相声。我在对过马路上说相声。对对 对, 对，那马路对面不是全是咱们热心观众吗？因为您啊，您有幽闭恐惧症啊，只要这房子有盖儿，你就活不了。
必须见太阳见天你才能说相声。啊，我老得露天，哎，就得露天。哎呦，你的粉丝，你的拥趸，爱看不行了都。我这见不了顶棚，就喜欢看于老师。这六个粉丝啊，就天天围着你啊。叫六个人呢，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。哎，就不在这名额了。我又给于老师扔钱呢。啊，哗楞楞楞楞，哗楞噔噔噔，我全钢镚啊，有整锣的是吗？三千万、五千万的扔给你。哎呦，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。好家伙，这就点火，于老师拿钱来不？冥币呀，给我棒！自媒体就来了，还有自媒体，大批的自媒体拍拍照片，嚯，发头条，发抖音，哦，发什么呀？啊，老艺术家红扑扑的脸蛋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。怎么还有你呀、啊？这里头，你看这就捧你是为了踩我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你是有用处的啊！哎呦，天天你跟那儿说相声、哦、啊，指着对过德云社的门骂街。天天骂我还骂街，我们不识啥，我们不看，假装看不见、啊，别理他，哎，别理他啊、哦，别让他讹上，嗯，是是是，哎，人群外边进来一个老先生，找您谈事儿，老先生怎么？哎，说于老师，我听了您好几天了，哦，嗯，喜欢您的表演啊，那太好，昨天没来，昨天下雨，我没来啊，哦，听说您还在这儿一直站着来着，嗯、我雨地里还站着呢，嗯，我是一个赞比亚的华侨。赞比亚，赞比亚是非洲中南部地区，这是稍远点，这个地方离咱们很远。是，它出木头，嗯，你看你们玩的手串呢，紫檀、雪檀，哦，赞比亚的最好，硬木，当地还出铜，哦，有矿，金银铜铁的铜，好啊，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%，哇、哦，保有量不低，出铜，嗯，当地最爱吃的一种美食叫恩西玛，什么叫恩西玛？有一种农作物叫玉米，您知道吗？知道是玩一辈子这玩意儿了，你还不知道玉米吗？这是老就是玉米成熟之后上面 K 下来的颗粒，那就老玉米豆啊、哦哦，把它碾成了粉，棒子面，哎，加上水熬熟了啊，恩西玛，就是棒子面粥啊，产这个，他那国宴都是恩西玛，国宴都喝这个，一说请您去，您高兴了，那是真到赞比亚还了得啊，盘着木头串。戴着铜帽子，嗯，扎在盆里喝恩西玛。好家伙，我什么德行啊！我得一说这时间，我去，当然去。于老师决定要去恩西玛盛产地巡回演出啊，就赞比亚，该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相声艺术家。哎，我们让他们见识去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当时坐车，嗯，先奔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，嗯，我都没听说过啊。我上赞比亚，我坐长途车去啊？不是。你算了一下，机票很贵、啊，那也不能坐长途啊。你打算坐船去？哦，那可以、啊。坐船，嗯，哎，船呢过了印度洋就是非洲，走海路啊、嗯，到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，嗯，坐长途车到天津港码头。啊，这对了。一问呢，这个船票比机票不便宜，啊，还贵、啊。哎呦，但是于老师聪明啊，想了一个办法。我怎么样？找了一根绳子，干嘛呀？拴在腰上。那头那头拴船上啊，你开就得带着我啊，他倒落不下我，你看多聪明啊。那倒是，先买绳子，嗯，又准备了咸鸭蛋和这个榨菜。我带这么些这玩意儿干嘛？这玩意儿跟恩西玛绝配。我想的还挺多，你这玩意儿准备好了，塞得了，绳子系腰上，嗯，那头拴在船上，是，你就在水里泡着，我就等开船，就等这船走。哦，这个船是刚来啊，嗯，来了之后它需要调整检修，大概一个月之后才走。我是不是下去早了？嗯，等着吧，30天一会儿就到了。那也当然，泡着泡着，于老师说：“哎呦，有个事儿我没琢磨透，怎么呢？我既然要坐船走，我何必上北京长途汽车站？那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说相声啊，到天津港多方便啊！这俩冤钱花的啊，这事闹的啊！哎，这天一个月了，哦，泡一个月了，码头上来人了，谁来了？我来了。您怎么这时候才出现？生死之交说的是咱哥俩，您都出场半天了，我得露面了啊！这您来了，我到这儿是有点小事情要做。有什么事儿？我买了20艘游轮。哦，啊。我来接船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琢磨琢磨。好，嗯，我这儿为省点机票钱，我都泡海里一个月了。嗯，您买了20艘游轮，就是小游轮，40层楼高那种游轮。嚯、哦，您管这叫小游轮呢？我今儿来接船来了。
哎呦，带着我儿子上这儿来，带着哪个儿子呀？郭麒麟去拍戏去了啊，带着郭老二啊，带着安迪啊，带着小儿子来。嗯嗯，我这跟人谈哪艘说事儿，是这小孩，你小孩就是不懂事嘛？怎么了？他要撒尿，这叫什么？怎么叫不懂事儿？你看他简单，他看看没有洗手间，啊、心说也没人，站在岸边往海里边尿呗。小孩就随意。他哪知道海里边还泡着艺术家呢？肯定得找艺术家呀。那错不了啊！啊站着就尿。哦。底下老艺术家正看着他。嗯。啊！不告诉他一声吧。哎。啊！喊。哎。嚷。哎。嗯。啊！哎呀咽了还我这一点没糟践呢，这是给我儿子吓坏了啊！拿手一指，是海怪，没听说过什么海怪、啊、我赶紧拨了开哪儿啊？哎呦啊，谦儿哥呀，认出来了，不是啊？您怎么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呢？啊，没工夫，我这洗海澡呢。嗯，我这捞上来吧啊，给老艺术家捞上来啊。哦，怎么回事？是他把事儿一说，嗯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怎么呢？为省机票，您说您至于啊？啊，打发人去，嗯、啊，给他买机票，非洲的机票 啊，买头等舱。哦，您给我买机票？那是啊，宋宇老师上飞机、嗯，头等舱，最好的飞机起飞，嗯，奔坦桑尼亚。哦，哎，不对。不是去赞比亚吗？怎么会去奔坦桑尼亚？老艺术家想的周到。我怎么了？万一我要跟郭德纲说我去赞比亚，他抢到我前面去怎么办？怎么着？那边恩西马不够分的是怎么着？我干嘛这么抠抠缩缩的？我不能告诉他啊！哎，这个坦桑尼亚、赞比亚这俩地儿挨着接壤，是我落到这儿往那儿走也行。哦，近。唯一遗憾就是我说错话了。怎么？我不该说是我一个人去。那我应该说俩人去，干嘛？这样他能给我买两张机票，我还能退一张。什么心眼儿这个？哎呀，我在海里泡一个月了啊，他接了20艘游轮，对，我还得找自媒体骂他。嗯，这就骂呀？我就说呀，他上码头上来呀、嗯，没带郭麒麟，说明他偏心。哟、嗯、嚯，一带节奏就有。嗯，这太会了。等我回去，我再害他。哎呀，说话之间，飞机降落在坦桑尼亚。哦，于老师缓缓地走下来，到了坦桑尼亚有一个伟大的自然景观，什么呀？动物迁徙。对了，哎呀，狮子呀，什么这个等羚角马呀，长颈鹿，对，各式各样都乌泱乌泱的、嗯，对，准备迁徙。嗯，一回头看见于老师了啊，哟，动物们都傻了，看着我，艺术家啊，他们都认识我呀，就是动物认识你，嗯。哦哦，哎，动物最灵啊！是，一提鼻子，嗯，哎，这个人没有人味儿啊！是啊，追，哎，追啊！啊，草原上哪成千上万动物啊，追于老师，哦，于老师跑吧！那是，仗着您扭过秧歌，跑过旱船呢，我有底子。于是您就跑到了赞比亚，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，我这。嗯，巧了，怎么？您来的这个地方正是请您演出的那个非洲土著部落，那就碰面了吗？酋长带着村民们正唱赞歌呢。唱什么赞歌？今年啊，玉米大丰收，恩西吗？哎，人家准备搞一个庆祝的大型的晚会嘛。好啊，这不请了您吗？嗯，这会儿酋长正给玉米神唱歌呢。嚯，还供玉米神呢。嗯，桃叶的肩上肩，柳叶遮满了天。嗯，在心里个明啊，恩西吗？什么恩西吗？怎么这酋长是张云雷是怎么着？唱什么呢？这是唱完了啊！有人说，遥远的东方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70岁高龄的于谦老师到了，介绍我啊，请于老师表演节目吧。我该我了，这一身能力都使出来了。我给人说，亲爱的酋长，哦啊，亲爱的村民们，大家好。嗯嗯，那我今天来到这里是表示一下祝贺。嚯，过去的一年里，你们在酋长的带领下，大家辛辛苦苦不怕风雨，嗯，终于玉米大丰收。好，最后我要说一句，你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包袱。说什么？我好像是酋长的儿子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，村民们都傻了啊，那是我呀。哎，好。没听懂啊！您的艺术已经欺骗不了
非洲土著了。我真是没有意义，这个酋长一浑水，快捆捆上，捆上，捆上了。过来人就捆您，捆您很简单。哦、怎么简单？因为您腰里有绳子。哎呀，我这绳子还没解下去呢。给您放在锅里边啊，倒上一口的玉米面，干嘛？兑上水，哦、锅底下添柴火。这是要做肉汤的恩西吗？好，拿我给这帮孙子开荤了。哎呀！消息传来，我眼泪都下来了。你哭了？我得救你，我得管你呀、啊！必须管、啊。我们是生死弟兄。是的。我准备下各种的武器，带着东西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躺棍槊棒、拐子流星。嚯、哦！带尖的，带刺的，带轮的，带刃的，带绒绳的，带锁链的，带倒齿钩的，带峨眉刺的。啊！什么单刀、朴刀、鬼头刀、长柄短刃刀、青龙偃月刀、崩藤护伞刀、腰刀、吊刀、驴耳刀、曲刀、戟刀、眉尖刀、羽头大刀、心子黑绫大刀。十八般兵刃拿绳子捆好了，一边捆我一边恨呢。怎么？应该把他腰里的绳子留下。嗨，这绳子比我有用。扛着这些个武器上飞机去吧。到登机口，空姐说这个上不去。哟，好，再见。哎，这就完了，这就不去了。回到家来，坐着眼泪吧嗒吧嗒的，我还救他不救他？得救啊！已经五天了。是，他是不是熟了？啊，这不。干嘛手我都扒锅了，知道吗？我得救他啊！不管了，不顾了，不顾了，不管了，管不了了，救不了了。对，哎呀，西边的太阳已经落山了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唱起了动人的歌谣。行，这别说乱七八糟的了。我要救于谦，赶紧啊！掏手机给酋长打电话。嗯，把人放了吧。我完了，这事儿是你们俩串通好了的吧？这于老师回来了，这么轻松、啊，打牌宴宴给于老师供的正当中，哎呦，给您接风掸尘。好啊，端起杯酒来，师哥您喝一杯吧，敬酒。于老师接过杯来说了句话，差点把我气死。我说什么了？我想喝恩西吗？我这上瘾了。